것을 환영합니다. 晚上要干啥呀？ 要野区走一遭啊！ 30초 남았습니다. 来吧， 最好是我走前面。 你不用插眼，你插什么？我直接过来，他们来人就干，多大点事儿呢？来人，他们敢来，我们就敢干。谢谢梦幻巴黎送出的雷神之锤，谢谢老板的雷神之锤。雷神之锤是什么？哦，雷神之锤。俺们插个王者之剑，兄弟们就可以完成 双倍白银卡的任务了，今天是13号，明天最后一天，今天是倒数第二天。有王者之剑的兄弟可以给我们来个王者之剑呢。自己扛了啊！还好我有被动，可以回血。 注意点啊！出来从哪出来？从下面出来，让他以为我们家寡妇是打的蓝。A E A。这个预判失误了，不过我打了他一波，还可以接受，耗了一小波血。多兰盾剑尖。 모든 상황에 대비해. 실수에서 배우는 법이지. 좋아. 그게 전부냐? 这么多兵人敢打我！这什么意思？天哪！塔下要单杀我！666啊！我们先来个死刑宣告。 死刑一出，我的女神之泪出不出来了。那是人家的塔，我知道是人家的塔呀。我说的就是他们家塔下呀，我他要在他们家塔下单杀我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 画个弱点，打假吧，扣上来。你干哈呢？跟我俩挪步呢？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直接 EA， 抽一下，吃药平 A， 眨眼平 A， 平 A，
勾一下，W平 A E A 적이 미쳐날뛰고 있습니다. 아, 能不能 吃手塔皮啊？ 又 3-6 了。 기다렸다고. 又 3-6 了。 耀光女神泪儿，出一个吧，蓝够用。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。 打野是个不对，中单是个老头儿，还行啊，老头儿还可以接受。我们直接一 Q R，哎呦我操，你这就挡啊！谁给的电音小呢？ 哇，升级！谢谢欧达令，他惩戒升级了，哎，有点烦。 居然升级了，把你吵醒了，没办法，他的电音小了，就是容易破人，就这样的。可惜了。 真的可惜了，升级了，正好正正好好，他惩戒了一个小兵，升了。 坑你一下！快坑！ 그게 전부냐? 3-2-1哎，不行，打不死了，他有 W 了。草丛蹲一手啊。 我估计他可能去吃屎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点盐，他不敢上。
这波不要让他戳到我们的弱点，然后呢，我们技能被他挡，不要这个样子。这波还不走，这波可以杀。挺烦人呢。这样出一千五，不是被动正好刷脸了，是他有骸骨我忘记看了，这边有骸骨是杀不了的，没有骸骨可以杀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怎么给我跳聘了呢？剑姬太猥琐了，杀不了了，他都不出来了。直接人没了，弱点好差呀，刷的。我们先 Q 塔。吃塔皮，不出塔。他有感觉到我在草丛里边，他都不敢往前上，你看吗？你炮车他都不要，你瞅着吗？他不放，我不放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有骸骨没？没有骸骨。死一点的去吧。回家，三项。三项以后来个水银海还不行。算了，水银海吧。关键这寡妇上路他也不来呀，他就来了一趟，他不来帮我的话，我们550可以。来来来来来，女枪女枪女枪可以杀，蛤蟆好大。这蛤蟆的装备有点好，打我有点痛。
수행하다你看，这就是不出布点鞋，不出布点鞋就脆。但又不能不出水银鞋，他们家控制还贼多。哈，这十级。先杀一个都没打赢，俺们家 AD 五十个兵，我操了！别上去了，给你踢着了，踢着你不死吗？可以打呀，六百跳弹，跟我追来。好盾！哎呦，我全死！给我杀！2700，要不要先来个这个呢？我看看啊，这个一出不好，不好用，先来这个。没见着那卢仙那人呢吧？还上一波四打五，看看几条龙，两条龙，下条小龙两分钟，不着急啊。在我们下条小龙之前出出来卸手，这峡谷要不了，上路收兵吧，只能给了，给了对面推中，推中我们高地掉点血。没事，没多少人。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推中还是推上，希望他们推上别推中。没人来，打不了，那路了搁旁边呢，打这个旁边不行。我上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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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不了，这没法上，蹲不了。没有 AD 呀，你往后撤，你往后撤，这位置不能上。哎，他们家这有意思啊。哎，这马尔扎哈把自己大给断了。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可以上。老头儿刚才上哪去了？
谁的叫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分女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小龙，快小龙，快小龙！这条小龙能拿，我往里进。那蛤蟆没来，快点拿小龙，先拿小龙，一会儿再打人。小龙他们家居然不要，我属实是没想到。你放来，我看你能放多少个？六没有大，没有大。我们守中路。这大龙打没打呀？没打，还行啊，还行。老头没来呢，啊，小心点。那剑姬旁边有没有人啊？还行，一换一可以接受。装备有了。大招可大快了，不应该大那么快的，稍微再慢点好了。我觉得这把好像黑切不太需要啊。我把魔切一做，整个春哥就完事了。三百六三米打，二十六没有大，好难打哦，我压力好大哦。老头给我大杀蛤蟆，来个地雷飘呢，大龙了，拿下，白润白润，对你回来。狐仙怎么死了呢？大龙完事，小龙十五级，小龙把小龙打了，我先来个红。
两剑姬人收了。别去！这露露必须得杀。还行，300块。漂亮，寡妇，剩个蛤子，先推塔，先把塔拔了，然后再去打他们家龙，再去打龙，不用太害怕，那蛤子没有大。3-2还害怕吗？应该不会。推完小龙，这老头真有病，老头也没办法。快打龙啊！快打掉！有惩没有？没惩戒呀？这不脱活了吗？不行，算了也是，给他们也可以，没关系，给了吧。不行，给了。我马上到，兄弟们，给我坚持住！我们这边跳弹下来，直接杀马尔扎哈 ，WQ 再转，点燃闪现 ，AQ 有蟹手，问题不大。我先把女枪宰了，杀蛤子，我再追。跑得挺快呀、啊，没事，他死定了。吹波屁。马尔扎哈大甲猴那是闭眼的，因为我进去就放 W 了。像这种有马尔扎哈哈的这种英雄，你必须就得快速的放你的 W， 知道吧？得了，走吧。来个魔切，攒个螺旋丸。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亏钱了，好像。哎呀！这，你看，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，你看着没？我这人怎么出去了呢？不对呀、啊，亏钱了，我靠！没法上，寡妇不在，算了吧。可以打这边野区，我马上到。
999了，给我斩杀了。哎，这老头怎么一般没在呢？我操！他说他回家了，不用回家呀，回家干嘛呀？人家入野区了，你不赶紧来？GG。一堆蹲着海上，你觉得？哎，你觉得我们怕他们在那里蹲吗？就这个团战，我开不是随便开的吗？他们在那里蹲着又能有什么用？你说？